什么现在抑郁或情绪管理会这么样子的困难和严重，是社会怎么样子的改变造成了这样子的情况？在这个大时代大改变中，我们的人脑就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快要宕机了，对，好像季节的转变中间就会是好像跌宕一点。抑郁自杀的年龄也越来越小，是不是可以去预测他自杀的可能性？其实我们现在的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去令到他们不要跌入去一个临床的状态。 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他好像感觉到 AI 有的时候会涌现意识，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即是这个道德伦理的监察一定要去完善个系统，要不然真的我认为是一个人类的大灾难。为什么现在抑郁或情绪管理会这么样子的困难和严重？是社会怎么样子的改变造成了这样子的情况发生？我个人觉得呢，现在社会好像比以前复杂了，而这个复杂度呢，是在乎于我们的资讯现在很发达。在过往来讲，即是世界比较简单一点，烦恼可能会少一点，现在多了信息的时候，难判断真与假，有些时候还会引起不必要的焦虑，还有会对将来，哇，现在世界这样改变，对于将来有一种不是肯定性，有些迷茫，所以可能是因此引起很多的问题。除此之外，你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以前的社会譬如说原来家人都 在一起的，现在可能世界来讲，你要那个你说世界的距离短了，但是可能家人也都走得远了，你工作上工未必以前就留在同一个地方，现在可能散到很远，所以这个结构也都变了。我曾经听过一句话，我觉得挺有趣的，就是人的大脑其实喋喋不休，他要做的事情就是反映这个世界，就是对这个世界做出回应。你又说这个世界这么复杂，信息这么那样的爆炸，如果要一直回应这些信息真的是挺累的。所以就是我们的人脑，其实现在我觉得我们现在是在这个大时代大改变中，它里面做着一个适应调控，所以在这个过程之中就可能出现一些问题，快要宕机了，对，好像季节的转变中间就会是好像跌宕一点。我们看到了一个数据啊，就是近十年来香港的年长者因为抑郁自杀的比例比较高，大概20%左右。为什么会比较高？早几日同一个另一个科学家见面啦，咁佢大家都提过呢个问题，就觉得咧，其实呢个都系全球嘅问题，就唔觉得话香港或者我哋国家特别高啦。咁点解喺老人家嚟讲会出现呢个问题呢？我谂其实去到老年阶段啦，你个好朋友、你个亲人可能搬开，可能离开，咁就开始咧就慢慢好似好有一个群体好开心，跟住慢慢咦好似就得翻自己一个人。其实呢个孤独感咧就是一个好高危嘅因子，咁而咧好多时候咧，当有呢个孤独感嘅时候咧，咁老人家可能佢唔同啊，我哋日常工作都忙，冇时间谂太多嘢啦。我绝对唔系话佢哋胡思乱想，但是他看到自己回顾过往的生活，可能呢就有那个反初的思考，就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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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负面了，变成这两个都是高危的因子。因为抑郁就可能慢慢，其实自杀跟抑郁症的关联是非常之强，要处理自杀的问题行为呢，一定要先处理情绪的管理。你冇咗情緒管理，你根本處理唔到自殺嘅問題。所以您做了一個模型，用數據資料構建了一個預測的模型，就是老年抑鬱自殺風險。咁當時就係因為呢個抑鬱，老年人抑鬱症引致於自殺行為咧，就都比就好似剛剛講都嚴重啦。咁我哋就諗，如果能夠有一個能夠做到一啲預測嘅模型咧，咁可唔可以提早預防、提早干預、早測？早干預就是現在的研究的重點。你去問他問不到的嘛，你問就不行，你會不會有這樣，他們可能用我們的專業的方法，我們有時會是能夠找到的可能性，但是都好看看他肯講多少。
咁我就諗緊都係用一啲比較客觀嘅因子去睇，咁就係用個腦圖像，可唔可以係預測得到？咁呢個係個原因，即係嗰個。你用腦圖像可以看到什麼樣的變化嗎？我哋用嗰個數據咧走入去做一個 computational modeling 嘅方法，用 AI 嘅方法，然之後做出一個估計嘅模型出嚟，咁嚟即係都係摸索一下啦，咁睇下得唔得？啊，發覺得喎，咁我意思就即係話，我哋嚟緊而家咧就盡量採用大數據啦，嚇。即係話，就係一啲老人家啊，或者一啲已有嘅數據庫啊，咁去引證嗰個可行性。嗯，現在正在進行當中。嗰啲係啦，我哋再繼續努力進行。Brain stimulation 係啦，就腦刺激嘅一個實驗啦。咁呢個一個儀器咧，就用一個係磁場啦，去可以打落個腦袋度，就做可以引起好短暫嗰個部分嘅麻痹。咁麻痹冇問題，冇問題就好短暫。咁我哋就可以咧，從佢麻痹之後嗰個行為嘅改變咧，就可以了解啊呢一個腦區究竟係主管乜嘢行為啦。現在這個位置是前額葉還是？係啦，非常前面嘅。咁一般嚟講，呢個部分最主要咧就係決定我哋選擇一個乜嘢嘅行為嘅模式嚇。咁所以我哋而家咧就做一個咁嘅時候咧，就睇下佢如果我哋稍微刺激佢。會對於佢個決策行為決策嘅能力嘅改變。可以告訴我們今天要刺激的那一部分是要達到什麼效果嗎？今天我們可以判斷它這個到底應該是在哪個位置上，就是說它要刺激的是一個左側的一個外側的一個額葉的前區，因為我們知道我們要對這個地方進行刺激，左側前區一個刺激以後，它會增強大腦皮層的一個興奮性的強度，它這一塊皮層代表區就是對它的這個抑鬱有關的。那它就增加了它的强度之后，是可以减少它的抑郁的发生。对，就是它也有反过来说，就是它这里的强度不够，所以它抑郁发生或者造成它抑郁比较容易发生。它有很多的功能连接在里头，我们需要把这个脑子的这种平衡，它有一种平衡，知道吧？就是说，它有的地方你这边兴奋性高了，那边兴奋性低了，我们需要把这平衡再给恢复过来，这样的话，它就可以恢复到正常状态这个水平了。譬如話有一啲腦病變嘅病人，尤其是額葉受創嘅病人，佢個外貌其實係冇問題嘅，即係人哋會覺得佢啊好正常，但其實因為額葉受損之後咧，佢好多認知嘅功能咧係有改變，例如佢哋會比較衝動一啲啊，比較冇咁理解人哋啊，例如係咁樣講。咁但係一般家人係未必明白，社會人士都未必明白，咁咧就會覺得點解呢個人永遠都做唔到份工㗎？是不是懶啊？咁我曾經就遇過一啲咁嘅例子，即係個家人就投訴佢懶，個病人就投訴我唔係懶，我真係冇辦法，係啦。互相理解了以後，還能夠怎麼樣幫助這個病人可能恢復他的受損，或者減少他受損對他的影響嗎？咁理解咗之後咧，佢可能會包容一啲。咁呢個有個病人有咗空間咧，可能佢夠膽去嘗試嚇。咁呢個就一個好互動嘅情況。咁你話在乎於個腦部點樣去幫佢康復咧嚇？咁呢個另一個情況啦。有一個説法就話啊，可能腦創傷之後，如果開始嗰幾年啊冇辦法康復到，咁就係咁噶啦。咁我嘅睇法就係咧，腦部嘅康復咧，其實一個一生嘅事業嚟。如果唔努力嘅咧，唔做嘅咧，就會更差。你覺得那些腦神經的這個神經質啊，或者是連接，如果是真的受傷了，它能夠再長出來嗎？可以的，是很神奇的。如果我們有一個腦細胞壞了，它的連結壞了，它的鄰居會生出來幫它的。如果譬如說這個腦區受了損之後，你會發覺咦，為什麼會再做這個功能會變成另一個腦區，因為它的腦袋是會有一個變化。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有些小朋友不好彩天生它會有一個抽筋的情況，抽搐的情況，咁而醫生冇辦法，可能要切咗佢半個腦袋，切咗佢，咁嚟到控制嗰個抽搐。咁你諗下，冇咗半個腦袋，應該就有半身癱瘓啦，嚇，有一半身體冇咗控制。但係你俾佢嘅時間咧，佢係可以完全恢復翻，即係個腦會係 pick up 翻呢啲功能。所以腦係人腦係非常之神奇。我哋知道人腦嘅太少啦，七成我哋唔知道，因為我哋其實人腦嚟講咧，我哋好多嘅功能啊，裏邊做緊嘅嘢咧，都係喺一個自主嘅系統，呢個先係人腦嘅奧妙。
如果我每樣嘢都要去想，即係話我而家要記住開始心跳，我要記住個大腸要喐，咁我根本冇辦法去思考。嗯、人腦佢嘅奧妙在於咧，就係當我學習咗之後，佢會將佢變成一個自動化嘅系統，咁另外有空間再學習新嘅嘢。咁所以佢個奧妙，佢個能力係咁無限嘅。我能夠理解您說要傳承是為什麼了，因為你們窮畢生之力，可能也只是研究了一小部分，真的需要一代傳一代下去。世界科学院的院士，它意味着什么？嗯，咁当时咧，我最其中佢一个佢哋好欣赏我嘅一个贡献，就系脑桥嗰部分嘅工作。咁我最后嘅一个重要发现咧，就发觉原来脑桥同埋个杏仁体个连结嗰个强度咧，同抑郁症佢个严重性咧有一个正关系。嗱，因为一般嚟讲咧，我哋对于治疗嘅效果咧，是沒有辦法去評估，是很依賴個病人告訴我們知、我覺得現在是怎樣，又從醫生的觀察或專家的觀察，他好像是不是好了一點。但是這個變成一個生物的指標，就是說我可以看這個腦橋和杏仁體它的連結的強度的轉變，來到去判斷個治療的效果。是越強越好還是？越強越嚴重。看过你们很多研究，你们说前额叶和小脑的连接，顶叶和皮下层区的连接，这些连接都会影响情绪。因为情绪的整个加工过程和调控呢，是牵涉整个脑袋，即是整个脑袋很多不同的位置呢扮演不同的功能的。所以呢，你提到的所有这些连接或多或少呢都有加入来去帮忙的。对，所以很难现在找到到底抑郁的发生它会使得哪一些地方它的变化会跟健康人不一样。抑郁病同其他的疾病，打个比方感冒啊、贫血呢是不同，因为他们会看到病原，病原体。抑郁症是没有病原体，暂时未找到个病原体，可以这么说。那变成你没有个病原体去追踪，你其实就不知道究竟怎样产生。第一，第二呢，每個人那個不同的反應呢，又是令到他更難去掌握究竟為什麼遇到同一件事情，即每一個人的反應同一個事都不同，令到去了解究竟抑鬱症背後的機制是怎樣呢，就個變化是很大，所以是難一點去觸摸。用這個磁場的刺激呢，就如果放在額葉的側邊呢，這個部分到兩邊呢，其實就喺已經係得到認可啦，臨床界認可咧，就可以舒緩抑鬱症嘅。啊，嚇，可以持久嗎？其實呢個問題咧，我個人就覺得咧，抑鬱症能唔能夠走到出嚟咧，最終咧，佢個思維嘅改變咧係好重要。而係當佢去到一個臨床階段咧，都唔係佢選擇，佢裏邊已經變到不能自己控制。咁但係你話要長久一個能夠走到出嚟咧，心理治療嗰度咧，落啲功夫令到佢嘅思維有改變，咁就我覺得會比較長久嘅效果。你們做叫做思維訓練，你一直很強調要 training， 腦袋是可以去培養的，可以訓練的，讓我們的先天的一些東西進行改變的，或者是腦袋已經有變化的也可以進行改變，叫抗逆訓練。對於老人家的抗逆訓練，這個訓練是怎麼來的？成效如何？我先講，我哋人類咧唔會永遠開心。如果永遠開心，你是不知道什麼叫做開心的。你有一個對比的，是吧？就是等於你沒有一個肚餓、飢餓的時候，你不知道阿飽的感覺。那我的信念就是說，你的情緒波幅其實在一個正常的範圍底下，那是生活的姿彩來的。但千萬不要超過這個正常的範圍。那我們那個干預的訓練呢，其實就主要來說呢，就看看可不可以是令到他在這個波幅之中維持在這個波幅中間，不要跳出去。我講了孤獨感和這個反錯負面反錯思維呢，都是一些很高危的因子。但是一個很重要保護因子，保護我們的情緒健康呢，就是我們這個叫做心理彈性。
心理彈性的訓練其實是要沒辦法地由一些輕微的挫折帶領他怎樣在這個挫折度能夠復原，那慢慢來說就可以建立到這個心理的彈性。怎麼幫助他們能夠增加心理彈性？那我們用一個方法其實都是一個冥想的方法，找一個冥想的專家幫我們寫了一個訓練的模式，然後就兩隊長者，一隊就接受這個訓練，另一隊就接受叫做放鬆鬆弛的訓練。我們發覺了原來做一個我們設計的冥想的訓練，那些長者後來做完之後，他看外間的情緒事物是沒有那麼受到影響的，波幅小了，情緒的波幅小了，沒錯了，即我們都有些即覺得很開心啦，即原先是沒有想到的效果是這樣這麼強了，我認為。我们可不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对不同的人群做一样的事情？对于年轻人，是不是可以用同样的预测抑郁自杀的模型？是，其实要了解要处理自杀行为呢，就要去它的源头，就是情绪调控。所以呢，其实我们现在 其中一个重要的研究方向呢，除了對老人家即係繼續嗰個科研之外，就是青少年咧，佢嗰個情緒調控點樣能夠早測，點樣能夠早干預，去令到佢哋咧唔好跌入去一個臨床嘅狀態。已經也開始做了。係呢個都係我哋其中一個重點開始做處理。我哋而家係想再褪前一步，希望分到呢幾類。咁如果係臨床嘅情況，就應該即刻去揾專家治療啦。呢個唔可以拖啦。高風險那些就要應該就給他一些適量的干預，他未到臨床階段他都可以日常生活，我們當然希望他們不要跌入去臨床，繼續在社會可以好好地維持他們的健康，可以繼續生活，不是說健康那些不用理，健康那些是繼續觀察著，他可以都可以接受一些訓練的，令到他更強大的增加心理彈性。你希望在青少年能夠做這樣的事情，不要到了最後進入那個深淵再去干預就比較困難了。即無論是青少年也好，每一個階段所面對的壓力、人生壓力都不同，青少年現在比較迷茫，考試或者對於將來的迷茫，成年就面對生活的很多很多的工作上高、家庭上高，對於長輩的照顧、孩子的教育很多壓力，到完成這些人生的責任之後，進入一個比較年長的階段，又有剛剛講的壓力。所以我們的期望就不是說即會在每一個階段之中都能夠做到一些事，能夠幫助整個國民的健康能夠得到提升。其實我看您的資料裡面有一句話我印象很深刻，說您是一個好奇的人，而且您的好奇不只是對物質世界好奇，你對於人的行為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行為好奇，這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最終你找到答案了沒有？我其實咧從好細個咧，我對於喺我環境周遭嘅事物咧，都有好強嘅好奇心。幾大嘅時候啊？好細個，即係我有記憶之中已經好好奇，即係話，譬如我會靜靜咁睇啲螞蟻行路啦，點解佢哋咁有規律行嘅咧？點解佢哋唔係每一隻自己決定點行，咁一隻跟一隻咁去做嘅咧？咁喺學校生活到咧，就見到人與人嘅相處，即係啲同學仔啦。有時候一件事情又很共融，但有時候有很多矛盾，所以就令到我覺得很奇怪，即究竟背後那個有沒有規律的呢？是由這樣引起我對於人的行為覺得很大的好奇心。我大學呢就是讀心理，就是因為我很想更加了解為什麼人之中有這麼多不同的性格，最主要就是遇到同一件事情的時候，為什麼有這麼多不同的反應。但是您从心理学开始，我们看到心理学是一个社会科学，但是您又学了脑神经科学，这又是一个自然科学。你什么时候发现这两个交叉科学是必须融合在一起学习，才能够让你真的能够理解人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行为发生？心理学来讲一般就看开始的时候都很着重于看一个思维怎样跟行为有个关系，但是在我临床工作到我就发觉思維的載體其實就是人的大腦，就是說在大腦裡面究竟有
認知啊、情緒嘅加工過程係點樣去調控個思維，而個思維係點樣去影響個行為咧？咁啊，因此就引起我覺得呢個興趣啦。当时在您那一辈的同学当中，有人像您这样子既学心理学又学脑神经科学吗？不是说太多人会做。咁神经科学在人脑各方面的神经科学很大力的发展呢，其实都是在1990年之后呢。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呢就开始出现了有一个功能的磁力共振这个技术。以往来讲呢，神经心理学也好，神经科学也好，我都提过是很被动的模式，就是要依赖病人，然后去了解行为。所以当我想到如果有一些技术可以令到我们在一个健康的人群中，我给他任务，他譬如我要他做一个记忆的工作，我不需要等、有个病人因为他的颞叶受损了，然后他记不到，因此我就知道在哪个区域。另外当然我也不希望见病人脑部受损，这个就是一个矛盾。但是在科研上高，我哋又好似喺度等緊啲受損腦部受損嘅病人，咁好似有少少矛盾。咁所以有一個功能磁力共振嗰個技術嘅時候咧，咁我就覺得啊，即係可以開到另一片天啊！我看到一個資料說，您是最早用腦神經的成像去測謊，對，為什麼會這樣做？是做了什麼實驗嗎？嗱，呢個就係我第一個功能磁力共振嘅實驗啊！而我哋嘅團隊應該都係全世界上高咧，都係。不是最先的，也是其中三个团队最先做向这个方向做。为什么当时选择这个方向？当时候呢，我会见一些譬如说有脑震荡的病人，就是说照功能磁力共振出来又没什么变异，但是呢他们在日常生活之中呢很多时候都会觉得，即都有投诉，即觉得个注意力差了、记忆力又 不是好像以前那样、在這裡就要分辨究竟他這個投訴他的感覺呢是真的，或是一個個人的觀感啦。尤其是那些呢有可能是有些工傷、或者一些賠償的背景呢，我們一般呢就用一些簡單的工具。這個工具是一般我們在電影裡頭看到的測謊儀嗎？不是那些，但是無論你用測謊機也好，這些、評估工具也好，都不能夠排除有人他會是很厲害地知道怎樣去避過的。我當時的靈感就是覺得，如果我是看腦激活的情況，而大部分人絕大部分的人是暫時都未懂得怎樣去調控個腦激活的、個情況，而去表達他們想表達的情況的行為。所以我就帶著這個課題去我的合作者。你可以告訴我們一下，說謊的腦區是什麼地方，會有什麼特殊的顯現嗎？我哋睇到咧，當時睇到就前額葉啦，同埋扣，就是、這裡側邊嘅前額葉，係啦，同埋一個扣前邊嘅扣大回環區咧，即係個重點就係原來佢刻意説講大話嘅時候咧，那個活躍度係比較高啲。因為一般人控制不了腦嘛，哈，所以可以表現出來，這個的準確度是不是確實比一般的測謊機是要準確的？我覺得係，尤其是一啲用於判斷咧，大家一定要好審慎。即係唔好太著緊要推出去用啦咁，因為凡事一個判斷咧，如果有一個錯誤咧，就是冤案。係啦，咁無論任何你話就算病症都好，如果你話你個診斷錯咗，咁你又影響佢個治療啊嘛。咁我覺得呢度就要細心，即係我覺得試一個課題就可以大膽，到試到個方向嘅時候再行落去就要細心。您刚刚走过来的时候，我们两个很感慨地说啊，人脑啊，真的是上天的恩赐，它是怎么运作的，到现在不知道，它有多少的潜能，我们到现在也没有办法完全清楚。像 OpenAI 的首席科学家也提到了，他好像感觉到 AI 有的时候会涌现意识，到了那个时候，它跟人脑可能越来越接近啊。您怎么看这样的发展的可能性？我觉得每一件事情呢，即係好似我哋中國人都講嘛，水能載舟，亦能覆舟。如果好好運用咧，係好嘅，可以幫助到好多病人康復啦。咁但係如果偏差咗咧，就好比較危險。你說可以幫助很多病人康復，是怎麼幫助法？嗱，打個比方，最近都有提到，雖然我知道仲係科研嘅階段啦。譬如話有一啲佢冇辦法控制肢體嘅，咁啊植入個晶片令到佢可以控制肢體。咁呢啲如果能夠成功，咁我覺得都係一個好事，對人類一個好事啦。
咁我憂慮嘅當然咧就係咧，如果冇一個完善嘅倫理道德嘅監察咧，就會比較大啲嘅問題。因為你點樣為之係你自己呢？就係你嘅記憶啊嘛，係你知道自己係自己啊嘛。應該冇乜人願意將呢個自己交出嚟啊，將你自己嘅思維或者你自己。咁如果你話有一個好完善嘅道德倫理系統去監察住，咁令到呢一個技術係從一個善嘅方向，好嘅醫療方向發展，咁咪好咯。咁但係呢一樣嘢就係最難、最難去掌控，所以我嘅憂慮就係呢一樣嘢會唔會突然之間走得太快，走得失控，但係亦唔代表要就咁停咗嘅，你要相輔相成。要不然真係，我認為係一個人類嘅大災難。